开始看看我们螳螂的寄生虫生出来，这个叫做螳螂生出来铁线虫，你看哦，出来了一条两条三条，哇操，一条两条三条，哦，四条，哦，哦，螳螂的最新的寄生虫哦，已经生了，已经活了60岁才亲眼看到，哇操！活60岁啊！哇，活60岁才看到这个精彩画面。是你哦，不是螳螂。哎呦，是我啦，我活了60岁，操你看，够看死的。哎，惊死人哦！一个不倒翁，一个不倒翁，四只，一只上我